期佢哋话冇 PV， 因为佢哋懒。班粉肠嘅 PV 冇画面嘅，你哋仲记唔记得你身边嘅朋友系从几时要变到维系关系，但同时又觉得无从入手呢？我哋总会响需要特定朋友帮助嘅时候先去揾呢个朋友，但系当你要揾到一个帮你揾到呢个特定朋友嘅特定朋友嘅时候，你会发现唔知由几时开始，你哋变得生疏咗。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其实冇问题嘅，去找下他们啦。有缘再聚。喂，肥爷，咩叫老死啊？屌，一开波入啲咁嘅嘢，亲身你打佢啦。老死啊！系老住嚟死。老住嚟死啦！即系嗰啲，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做人好似双面间谍咁，一个最尽忠职守，但系一个最废嘅双面间谍就系老死啊！我可以为我兄弟保守秘密。但同時我對兄弟冇乜秘密。OK， 我哋節目開始啦。大家好，我係節目主持人肥爺，歡迎收睇老明呢、這個導演啊，唔知點解彈咗落嚟啊，變客席嘉賓，自己介紹下啦。Hello， 我係阿吉。咁其實咧，我落嚟呢度係只有參與一下啫。咁啊，因為呢個 topic 我好感興趣，咁啊上嚟上下鏡，同大家傾下偈啦。咁唔叫鄧噶，係嘛？肥爺，鄧我當鄧咗，明明一個導演高高在上嘅，突然間飛咗落嚟咁樣係嘛？即係跌落天使嘅凡間，唔係跌落凡間嘅天使，係咁樣噶啦。點解會叫佢過嚟呢？因為今集主題係老死，我哋啱啱講緊嘅。我同呢個番簡啦，識幾年啊？二十計埋今年、明年今年計埋今年二十年，我哋點識嘅？讀書嗰陣識嘅。讀書嗰陣時點識先得嘅？屌！detail 啲，雪姑七友，呢啲衰人，雪姑七友，點解會有雪姑七友？嗰陣時就係佢，我哋軍訓，我哋一齊食飯，我哋嗰陣時軍訓嘅係張圓台嚟嘅，佢話叫白雪公主企喺正中間，跟住我哋望裙底，哇！啲人真係鹹濕到啊！講漏嗰啲嘢，白雪公主企中間仲要轉圈，咁刺激嘅咩？上面有冇條管，跟住又喺上面又轉圈又成，你仲想下面啲人就係喺度，要有條管，白雪公主喺上面轉圈，下面啲人就喺度咁樣夾，唔使管都可以轉到夾到噶啦，屬豬嚟嘅又得，技術可以喎。唔係啊，其實嗰陣時小賣部咧嗰啲台咧咪把遮喺度，係啊，真係好撚壞嘅。嗱呢啲咁認住佢，認住絕對唔係好人嚟嘅。老死其實真可能好多非本地人，甚至乎後生一輩都唔知道老死係咩意思。多數都係親兄弟啦，係所謂兄弟咯，係真係所謂兄弟咯。即係其實我覺得老死呢個詞語係好直白咁話俾你知咩係老死，就係可以一齊共同死去的人叫老死。點為之一齊可以一齊共同死去呢 ？OK， 朋友，就係。泛泛之交，兄弟 ，OK， 拍住膊头叫兄弟，而老死系同你出生入死嘅，真系可以一齐瞓落棺材嘅，除老婆之外嘅嗰、那个就叫老死，啱唔啱咁样嘅翻译？我觉得系啱嘅，啱嘅，但系讲关于瞓落棺材嘅问题，我觉得有啲假。我一定唔会同你瞓落棺材噶，吓、你咁卵高，长颈鹿都生得好高噶，咪又食斋嘅，系食斋冇问题啦。所以話無欲無求啊，係啲嘅，即係導演係高高在上，我只有啲凡夫俗子咁樣食齋好難捱嘅朋友。朋友聽講話你以前食香添喎，我而家都食緊，又唔係以前嘅，啱啱收完啊今年我收兩棟樓，撐少少就可以儲齊嘅，咁我就可以嚇、做下房地產咁幾好啊！唔使驚，我有貨。一個專業嘅指大佬，係親份俾我，記住俾我老死。O K， 冇問題，有嘅一定有。要燒單喎、啊，係指大嘅 PS 一到 PS 五一定俱全。我要凌波麗啊，全部啊，一 set 啊，我落到去有老婆先得㗎。睇怕你受唔住啊！屌，受到時落到去我受得住咧，而家受唔住啲傻豬嚟嘅真係。賣你講 Nike。咁點解今日突然之間諗起一個咁嘅話題咧？好簡單一個點就係、
真係回想當初咯，覺得老咯，係咯，即係既然可以一個時間逐咁過嚟，咁咪試下嘗試揾啲新嘅面目去完整一下由我高中到而家嘅一段，一段老死關係啦。呢、這個番簡識咗廿年入邊，佢俾我好多唔應該嘅嘢，教我食煙啦，教我飲酒啦，教我逃學啦，教我玩火影啦，教我打高達啦，就係佢。各位觀眾記住啊，呢、這個有一個好核心嘅點，除咗溝女係無師自通之外，好多嘢都係冇得教嘅。首先咧，我要澄清一點啊，頭先佢所講嘅所有嘢係調翻轉嘅。嗱，食煙唔係，識我嘅人都知道，我啲優點好多嘅，高大靚仔，成身肌肉，好多頭髮，仲好多錢，唯獨就係個缺點嘅，最講大話。所以佢講嗰啲，我覺得絕對係假嘅。你識我人都知嘅，唔好信佢。嗱，各位觀眾客觀啲咁自己判斷係啦。咁你最客觀呢度，你講啊。咁所以都話咯，除咗溝女係無師自通之外，所有嘢嚟自好根啊嘛。即係講起老死呢樣嘢，其實有一個比較大嘅感觸，即係可能又係接觸到啲占卜嗰啲客諗到嘅，即係佢哋好多女仔咧過到嚟咧，成日喺度問佢哋自己啲人際關係啦，啲女仔喺度好似勾心鬥角咁啊，有表面上會成日去奉承對方，實質上後邊就插到撲曬街咁。然後又成日啪一聲唔得，我同你以後唔做朋友啦。跟住轉頭幾日嘅啫，甚至乎幾個鐘頭啫，兩個人嘻嘻哈哈喎，又話閨蜜又成，又行出街嘅啫喎。但係我覺得即係老死呢一樣嘢，話係一樣好鐵嘅關係，佢哋會有一個好大嘅默契喺度。有啲嘢就係説一不二，一個吞和一個癲咁樣嘅。所以我覺得老死總括下來就一句說話了，閨蜜姊妹有索家，老死兄弟得條鐵。所以很 多時候出去女朋友不給，好像我們有一次是我們在外面江南西那邊坐在那裡吹水，幾多年前啊？很多年前了，十四五年前不是三四年前，啱啱我第一次拍拖喺江南西間士多度坐緊，條女死叫我翻去陪佢打機，我唔願走嘅，我喺度死陪你吹水，吹到最後，我覺得如果去到今時今日，我覺得係得一個官方解釋嘅啫。如果我出去同佢哋傾啲乜嘢，你懂條鐵咩？你懂條鐵就唔會有咁多索料啦。呢、這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可能官方寫嘅唔係東條鐵，可能係洪陽之癖咁喺上面。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啱嘅。曾幾何時，我有女朋友都覺得我哋係基噶啦。我哋啊，我再舉多個案例，一日我係約咗個 friend 準備出門口，約咗出去食飯。呢條友仔突然俾個微信俾我，救命啊！七，我參加人哋個婚禮。我有嘅，佢有嘅，我哋兩個都冇帶電腦，跟住現場婚禮音樂冇喎，你幫我死個流程出嚟啊！現場流程婚禮音樂即刻半個鐘頭，跟住人哋喺下面就打電話，喂，落得嚟未啊？我到啊，搞緊等一陣，跟住嗰邊又嗰、那個軟件又唔係咁好，佢所有音樂係加密嘅，又要轉格式。跟住轉完格式又要即刻起名，起完名再起埋流程俾佢，跟住喺下面遲咗半個鐘頭落到去，你搞乜嘢啊？係啊，將責任推喺我身上得噶啦。咁事實係我嘅責任。嗰晚係我去到江門，係8:00幾，係啊，八點幾係冇錯，8:00幾臨時臨急，真係叻嘅，嗰槍真係叻嘅。原本係話 OK 有流程有音樂，點知去到阿仁。你要趁你都做官的了，你来吧。是啊，老卓是讲你的，我知道你会看的。是啊。是啊。是啊。半个钟，我真的多谢你。都算手脚快的，如果不仲有得拖啊。是啊，真的行好有你的。是啊，最。是啊。好彩那段时候我仲有老吉那边那个兄弟。
啊，我吉擺酒嗰時音樂人我搞噶嘛，嗯，跟住巴拉爾生，哎死啦，得四首，佢要十幾首點辦？即刻單。我覺得今期可以玩下爆下啲爆下啲觀眾以外嘅一啲老死嘅啲黑歷史出嚟。搞啲啦，我未聽過。你係嘛？可曾記得廣州有個地方叫狀元坊啊？哦，嗯。揾期講下嗰邊啲都市傳說都好嘅，我繼續先。揾期 ，OK， 七月份我哋講埋。OK， 好。我哋身邊有個叫黎正坤嘅小朋友噶。嗯。我哋以前班咧，我哋四都叫 F4 噶啦，四個。我嗰陣熟幾多餅叫四朵金花。四朵金花係另外嗰四個四個女仔。係咩？係啊。以前我張相，我今次我一定會 po 嗰張相出嚟，你放心。我哋四個男嘅，阿坤、阿毅、阿吉，我四個人去狀元坊買嘢。咁啊，第一時間就買底褲。當時啱啱興起著孖煙通，仲要孖煙通好鬼得意噶，我去開嗰間真係好可愛嘅。咁啊，大家買咗。咁啊，唔知點解興起就做咗一樣嘢，就四個麻甩佬猜情尋，輸咗嘅就穿住條孖煙通行雲曬成條狀元坊嘅。結果黎正坤小朋友佢就二話不說，毫不猶豫地請應輸咗，跟住然之後就穿住條孖煙通笠咗喺出邊，真係再幫咗行。就一路行一路咁揞住，好似個女仔咁樣揞住行咧。即係通常啲女孩子著住裙仔，入邊條褲仔入邊笠嘢，跟住掙下掙下就會咁樣行噶啦嘛。但係佢就係咁樣噶。OK OK。係啦，嗰陣時係幾年嘅事？零三零四。嗰陣時你哋有冇喺狀元坊買過嗰啲咁樣嘅彩色嗰啲法例？邊有彩色法例嗰陣時？嗰陣時未有，我哋零六先至有。哦。講起呢個話題，我哋講咩？自從咧嗰日阿坤咁樣著住孖煙通咧，狀元坊行完之後咧，肥多咗新絕技，同人哋打到，每一次打到佢都話：你信唔信我著住孖煙通跑球場啦？嗰陣時候真係好熱噶嘛！我哋嗰陣時候係咁嘅，學校有我哋係宣傳部嘅，咁。以前邊有燈布嗰啲咁嘅嘢㗎？嗯，我哋個背景係自己扎竹棚，跟住自己畫畫咁樣去做個背景嘅。咁啊，天氣炎炎，咁熱噶嘛。嗯，咁幾個馬佬畫咁大幅嘢喎，幾成幾啊？三米就一定係㗎啦，三米高。三米高，六米闊好似係。三乘六做咩唔係啊？個舞台啊，唔記得咗，反正好大噶啦。咁我哋要畫自己畫，咁熱辣辣，你著住條褲好辛苦噶嘛。咁我不嬲豪放噶啦，又大抽啊咪，不嬲豪放噶啦。咁又怕熱咯，咁啊自然除咗條褲，咁啊著住條孖煙通咪照畫咯。我記得嗰一次我哋加完班，畫完應該係六點零，差唔多七點，八點啦。行出學校門口見到。鄧主任，學生科的鄧主任，是啊，那個女的那個老師啊，鄧主任，他一眼見到我，肥仔你為什麼不穿褲啊？我們校服又長啊，遮剛剛遮住了，跟住之後，你這個茶頭啊，他二話不說就這樣掹掹起了一件衫，跟住整條褲就揚了出來了，有啊，他有穿褲啊，這樣哇！真係差少少啊，將條褲都扯起身咁啊，抽完嘢出埋嚟噶，呢啲咁嘅賤人嚟噶。喂，為你好，你知唔知啊？如果俾主阿鄧主任見到你唔著褲的去訓話就唔好啦。我驚佢戀上我啫。我就係想問咧，你平時嗰句手頭禪傻到唔著褲係咁嚟？最夠未啊？又做一件事，繼續啦！嗰時校運會，校運會記唔記得？肥爺最出界一次事咧，就都同連孖煙通有關係。校運會好似冇做啲咩喎？有校運會，我哋一班同學入邊喺度中午食飯，食完飯之後休息嘅。去邊度食啊？做咩飯？休咩食啊？
後會有期咩？唔係，跟住你即刻問翻兩吉第幾屆啊？係第幾屆啊？清楚啲先啦，第幾屆啊？零四年嗰屆，即係第二屆啦。係啊，第二屆入去第二屆啊。咁啊，肥爺咧就我呢班同學中午冇嘢做啊嘛，嗰副 pair 出嚟玩，輸咗嗰個。要除正哦，我記得啦，要住成個嗰陣時，我哋唔喺住學校搞校運會噶，喺工人運動場。運動場，肥嘢就喺工人運動場著住孖煙筒跑咗三個圈，期間其他唔同學校嘅學生都望住佢做咩？大臭怕咩？人哋仲要攞手機嗰陣時，我哋已經有影相個手機啦嘛，俾人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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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得，大臭怕咩？然之後最後驚動到訓導主任行過嚟，肥仔。做乜唔著褲啊？係啊，邊個話唔係提出嚟話唔著褲啊？咁所以傻到唔著褲嘅呢個點咧，就係咁嚟。係佢咁嚟嘅，係佢搞出嚟嘅。唔關我事，你唔輸俾我。即係始作俑者就係呢啲咁嘅人㗎啦。我記得有一次考試，我哋考素描，考係期末考嚟嘅，考素描，我唔係話考語文定考素描啊？考語文。嗯。語文春代喺度。嗯。考試之前。佢撩我同阿坤玩骰盅飲水，當時阿坤佢有我哋有骰盅喺上面嘅，我哋兩個柒頭仔喺度冇，我哋兩個柒頭仔喺度飲，呢、這個柒頭仔喺度睇，飲嘅係我哋，玩嘅佢有份，跟住之後考試過程中，最當時係統考嚟嘅，我哋兩個柒頭又揞喺住個春袋，好急聊啊！又唔虛虛喎，你佢喺度笑啊！即係嗰啲原來玩骰盅就係玩你哋兩個，係啊，玩我哋兩個個鐘啊嘛！呢啲嘢咧賤格嘅，真係賤格嘅，好賤格我同你講。喂，你諗下，平時你哋班友仔啦，啲功課冇做完，邊個俾你抄嘅？冇辦法，人哋拎住啲貨，哪怕嗰本嘢唔係佢嘅，佢都有貨。係咯，抄佢作業嘅好勁噶。嗯。生在異鄉為異客，下一句係咩啊？呢個柒頭死在異鄉為異鬼啊！寫你叻人嚟嘅語文科代啊！借問聲各位觀眾，包括在座兩位，有冇經歷過分手之痛？有，都老嘅三隻嘅分手之痛啫。咁同男人之間有分手之痛咁嘅感覺，有試過？嗰啲叫龍陽之癖。唔撚同嘅喎，我性取向比較正常，我性取向好正常。即係我先講翻嗰件事係咩事啊？我記得咧係喺2007年左緊啦嚇。小心講嘢啊，靚仔，俾雷劈㗎。唔會嘅。嗰陣時咧，我哋應該屬於啱啱大學畢業吧？大學畢業未畢業，未畢業添。嗰時我哋一齊去出個展。咁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已經係大家各自嗰個未來目標有啲分歧啦，有啲唔同啦。咁各自開始忙自己各自唔同嘅事。咁啊，嗰次咧出展嘅時候咧，因為我工作安排嘅時間問題啦，咁我就係為咗就大家兄弟咁多年啦，咁你繼續要玩呢樣嘢 ，OK， 我陪你玩啦。但我係做一種比較被動性質去做一件事。咁嗰時參加嗰個漫展嘅時候咧，因為你知啦，人如果你自己唔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去做件事嘅話，肯定會有好多阻滯同埋個狀態唔啱。咁啊，開始就同阿肥爺出現咗好多喺，包括係演出上啦、溝通上出現咗好多問題，有啲分歧都係好拗撬點喺度。直到有一次就係我哋早幾期節目提到過嘅，就係將只鞋同埋件衫飛落海嗰件事之後，我哋就嘈翻咗，就因為一個其實我完成咗一次演出噶啦，第二次演出，因為我真係就唔到時間，我同肥爺講 ：，OK， 肥爺，我真係出席唔到喎，我嚟唔到喎。你可以直接講話你出唔到噶。我出席唔到，唔出唔到啊，係兩種唔同概念啦。OK， 咁嗰時阿肥爺可能大家年少氣盛啦，就佢就話：，喂，冇可能啦，冇咗你依齊搞唔掂嘅。咁就我同佢講，就算我唔喺度，咁仲有其他人啦，就因為呢兩個點。就形成咗對撞，最後尾嘈交收場，咁啊嘈完交之後咧，跟住我哋兩個就各自走咗啦嚇，咁佢走咗之後，其實曾經咧，後來我問翻肥爺，原來大家互相都想揾大家去
冰釋前嫌，就咁算啦呢件事。咁但係因為嗰時年少氣盛，屌你老尾，你唔揾我，我唔揾你，就真係好似你情到之間嗌交咁，好奇怪。跟住就咁樣斷咗聯絡一段時間。我覺得呢期可以我哋承接多一個業務，就係我哋專門放啲好兄弟啲老死嗌咗交嘅，我哋專門負責擺回頭走。即係有個重點，我覺得咧冇經歷過波瀾嘅兄弟係絕對唔算得係老死嘅。嗯，兄弟可以同你共今生、共富貴，一定唔可以同你共患難。當然我呢個一定係有人好啊。當然一定會有例外的，但是我覺得有這個例外就已經昇華到是老死了。我們捱過的、痛過的、吵過的，甚至乎打過架的，當然可能現在在場看到的是這兩位，但其實我在我們後面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老死一路在撐住我們走著這一段路去做呢一檔節目出嚟，而呢一個延續，我希望嘅係大家去諗一諗，你哋觀眾，你哋係咪都曾經會有好似我哋咁樣嘅經歷？嗯，由同學到成長嘅分歧，有喜怒哀樂，跟住工作有我哋工作嘅辛苦，一齊捱過嘅痛。一齊受過的委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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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啲隱喻添，有啲委屈，有啲不解，呢啲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經歷，同埋一個好好嘅一個俾自己成長嘅一個點嚟嘅。其實你哋有冇諗過你哋都會好似有我哋咁樣嘅共同記憶，或者？一些这样的共同遭遇，就好像刚刚我和阿吉一样，大家互相誓死不分，帮我接接话，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但其实可能就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到问题。是啊，不相往来就没了。是啊，记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到一起？哦，點樣走翻埋一齊？型啦，應該更加暧昧啲。記唔記得我哋點樣行翻埋一齊？你咁講呢個説話，令到我哋關係有啲撲朔迷離我冇所謂啊，係咪繼續撲朔，繼續迷離落去咯？我覺得都 OK 嘅。金花街，某一間酒吧，我記得好似係偶爾撞到咧，點？好似是偶爾撞到，是撞到，跟住佢突然叫我吉，跟住就咁樣喺間酒吧度飲咗，好似飲咗一支酒嚟噶嘛。你老成老白，係啦，四個人飲咗支酒，跟住就行埋咗啦，就行埋翻，反正都行埋啦，唔緊要啦。係咯，其實可能一個電話。或者一次碰面，或者一餐飯，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嘢。呢可以昇華到老死的呢一班人，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對於你人生的一個見證同埋一個扶持。我哋喺第二期講過的嗰個朋友，嗰、那個日柱，佢有一晚飲醉咗，喺度熬我心口，我心口喺度講。做一个男人到老，只需要有三个老陪伴，你的人生就不枉此生，不枉成为一个男人。我当时又系点饮醉酒咁乜乜柒啊，咩三个老啊？但系佢好认真咁同我讲，佢仲要好认真咁拎住一杯酒，夹住一嚿嘢食，摆喺我嘴度，每饮一啖酒就喺度讲，一个男人。一个老男人到最后尾有老伴，有老死，有老眼，三个老，你的人生就满足。我当时仲是很后生，真的廿零岁，真的听不明白。老伴有个老婆，系嘛？瞓半边床啫。OK， 有老死，
咩老死啊？係厭唔啫，就真係好死。收尾嗰幾年好死啲係嘛？但係到真係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先發現原來呢個老死 no fucking all die 唔係真係收尾嗰幾年，而係呢班人。所以今期雖然可能有啲冇理頭，但係我覺得係為你哋而做嘅。感謝曾經在我們身邊 出現一路扶持住我們的老死 後面特別鳴謝會很長，希望各位老死可以看到有你們的名字而為我們而鼓掌，也都為你而鼓掌，感謝你們，拜拜拜拜。就趁這個五一去聯繫一下你們這班老死了。